等我有闲，一定要甲拄只迄个司机检举，竟然甲我绕路呢，想着鸡汤还五十块，真正有够可恶。唉，希望这只鸡汤无冷气，若无胡志伟无欢喜，就无蔡大嫂特别替我制造机会。 大嫂甲白着做，竟然比我较早到位，因一定是来监督我敢有甲鸡汤送过来。等一下，我一定要好好表现。是讲，当然也无伫啊。哦，因拢出去无闲啊啦，严哥有请康后尾来照顾我哦，我拄则有康后先去食饭啊啦，小等下等下。哦，那咧你咧，你敢有食啊？还是讲？ 我甲汉良最近买一寡较有营养的汤给你啉啊！笨笨，我昨天炸鸡汤过来给吴金玉啉，这个鸡汤足香足好啉的，希望会当帮助你赶紧好起来。啊，我摕去遐准备一个，你爱赶紧出来啉哦。吴金玉，我听讲你出意外，即马目睭看无，我着昨天炸鸡汤过来看你。 希望你的目睭会当赶紧好起来，嘛希望你会当接受我的好意，待你有待了。过去我得失着你的所在，请你莫甲我计较。虽然讲我今仔目睭看无啦，也毋过我听会出来，你今仔日真正毋是来找我麻烦的，所以啊，你的好意我甲你接受落来啦，嘛真多谢你对我的祝福。你真正原谅我？怎尼敢当着原谅我？ 刚刚青梅脾气变好，哦，你这样足奇怪呢。啊是讲你一定要对安怎，你才会欢喜哦。嗯，我早就知影你这么简单就原谅我，我就唔免经过这么久才来看你。既然哦，你就知影你家己来换，那呢也阁唔赶紧甲汤泡进去啉，好好家己回去嘞啊。 小蛋姐，大哥，你即马是咧创啥？这个汤是我专工带来给吴静玉啉的，唔是啥物有问题的物件。我唔相信。我就甲你讲，这个汤无问题啊，你是无咧听哦？袂输我的，害吴静玉咁快。我即马对伊已经无偏见啊，好无？对静玉有偏见的人，唔是你。你安尼讲就搁较奇怪。 是我准备的呢，摕来啦！哎呀，我来讲，这袂用的啉啦，你创啥？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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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好好的汤是安怎会生烟？你讲汤无问题，你确定？哇，哪会安尼啦？梁蒙子，你竟然想要对金下毒手？拄只大小姐就怀疑你来这无好意啊？是金玉小姐巴掌看，决定要原谅你，想袂到你真正是完全不改，暗中伫汤内底动脚手，想要害金玉小姐？我，你。我想要辩解，我才想讲你这个人哪会这么奇怪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，真正让阮约到准准准的，好干在阮大家拢伫咧遮，
啊，若无真缘，若真正甲迄碗汤你落去，伊毋着阮死个啊！我是无辜的，我真正毋是我做的啦。你敢真正是要来害我的？又唔过我拄则听你的口气，迄个明明是诚心诚意要来甲我好好的啊，敢毋是？别跟他啰嗦啦，送他去警察局，故意预谋杀人。我相信丈人哦，若知影有人要害死个查某囝，伊绝对袂放伊耍。杨猛子，迄万海金融的律师团啊，站出来吼，我看你有等咧向关啊洗纱布。我真正不是我做的，不是你做的，这汤敢是你准备的？不是啊，是大嫂甲弟弟做，因专工替我制造机会，敢有至于好好？这碗汤是因准备的，我只是假做是我准备的，甲伊关来尔。廖蒙子，你是湖北公啥？我是安怎要害我的亲小妹啊？我好心甲伊斗三工的，你无敢叫我准拄煞，你竟然阁想要偷偷趁这个机会报鸟车晚信？你今麦骨卡去用脏掉啊！你都想要外头回来咬我一嘴，廖蒙子，你真正有够少年的啊！真正不是我做的啦，这碗汤我自头到尾拢无拍开，我干那知影内底是鸡汤，我要哪有机会甲伊动下手？吴金玉，你爱相信我哦，我会当救谁？我若是对你有歹心，我死也无人送，我这世人拢赚袂着钱，我会变成丑八怪、大口袋，愈来愈肥啊！怪着我就是规个人生拢乌有去，凄惨落魄，真正